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个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母亲节联谊会。那么我们今天呢，采用这种大家欢坐在一起，共同来庆祝那个母亲节。我们庆祝母亲节的意义呢，就在于母亲是很伟大的，大家也知道都很伟大。这个他呢，母亲的爱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尤其是母亲这个那个无私的奉献，这个也是我们华北人坚持走到现在不断的壮大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吧。所以我们今天来歌颂母亲节，意义就在于发扬这种母亲节的这种母亲的那种无私奉献精神。大家我们这个义工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大家的无私奉献也好，所有的义工，所有的会员，华美会员呢，都是把自己的爱呢奉献出来。今天也有好多人带了很好吃的小点心，到时候来跟大家来共同来分享，这里我们要表示感谢。那么今天呢，我首先呢代表华美的全体义工嘛，对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联谊会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时 此刻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因为那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是那个虎年嘛，我们举行了有一个活爆剧，那个叫女人是老虎，大家记忆一定很深刻的。那个其中有个小和尚到山下去化缘，到山下去化缘化了好多。当时呢，那个老和尚呢出门有交代，就是山下的女人啊是老虎。结果呢，小和尚呢去化缘以后呢，发现下面这个女人啊都很可爱，所以呢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觉得好像跟老和尚讲的话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个疑问。那么今年呢，兔年了，兔年呢，小和尚呢想把这个捐来的钱呢，这个回赠给山下的女同胞们，正好是母亲节嘛，所以呢他想去把这个呢送给山下的那个女同胞。但是呢，老和尚呢他说这个不中，他说你去送东西呢必须把男女都是一样的，都要平等，不能光是给你觉得可爱的小妹妹去送，光是给那个小妹妹送不行。他说你是光是给女人母亲节送也不行。那么他想不通为什么。那么老和尚就问他，他说如果没有男人你怎么来母亲？所以这个问题他一直想不通。那么我们也不管他了，既然小和尚那个老和尚有交代，下去分那个把这个化缘来东西呢分给底下的朋友们的时候呢，男女都一样，不能因为广式送给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小和尚来那个弄了个抽奖的，那么抽到奖不管男女同等待遇。那么至于小和尚为什么想不通这个那个母亲节是因为没男人，所以他不能成为母亲节，他想不通这事情，我们就不去管他了，这是他的事情。我们今天关心的，我们抽奖，那个抽奖呢，我们采用这样的办法，他呢随时会给我们大家来抽，抽奖里面有个号码，这个号码呢，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订了午餐的时候呢，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座位号的，都有个号码。那么这个号码跟他抽奖出来号码对上以后呢，这个就是中奖了，不管男女一视同仁。今天就是把小和尚的故事呢就讲完，这个是开个小玩笑吧。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呢交给大家，我们大家才用这种欢聚在一起，共同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共同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里找到快乐，度过这个母亲节这个美好的时间。再抽一个好吧，我们外面还有好多的。
年四号是临沂啊，下面是十五，十五啊，帅哥帅哥帅哥了，这位大帅哥，啊、慢点慢点，帅哥。
师傅。